大家好啊，我是 Rex 啊，今日咧又继续同大家玩皇冠之战嘅故事模式啦。英雄之歌系啦，隔咗一段时间咧冇同大家玩噶啦。好，开始。呢个是一个新的劇情嚟喎。呢个是一个好好用的药水。在个市集里面的场景来的喎。啊，呢啲敌人打完之后会弹开我喎。现在呢开始用手动试下玩啦。系啦，又写一个啦。
今次都好问水喎、頂嗰個係難打啲嘅。剩翻个好友喺个墙度啫，所以应该今集都系打唔赢噶啦，好难打啊，真系。咁啊，打得一个得一个啦。冇錯啦，都係輸嘅。佢今集嘅場景咧比較特別啲啊，喺一個市集嗰度做場景嘅。係啦，雖然咧今次咧打唔贏，咁啊又係嗰句啦，我會努力啲儲 level 噶啦。如果喜歡這段片的朋友呢，記得讚好和訂閱、哦、訂閱制隔離那裡有個鐘仔的，你按著了之後呢就會收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的啦。除了打機片之外呢，還有其他片的、哦、例如、魔術道具示範和扭氣球教學的，如果你有興趣都可以看看的、哦、下集見啦，拜拜。